型的燃脂茶。燃脂茶？对啊。燃脂谁？燃烧脂肪。哦，燃烧脂肪啊！对。我想说你都嫁人的人了，还想说燃脂谁？燃烧脂肪。我知道这个东西。最近非常的热门，对啊，就想说平常有在运动，也可以喝一些燃脂的东西，加强运动的效果。它里面有数十种汉方精，汉方，对汉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那种药草之王城的那种紫花木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成分最近也是非常热门，因为它可以启动你体内的那种 SG 的受体，那个开关被打开了。这个方哦，一方抵十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可能会想说啊，可是我可能吃中药过敏啊，或怎么样啊？对对对对，有的人吃中药会。他改讲没？没过敏哦，没过敏，因为他有去做那种中医的科研研究，他其实可以针对五种肥胖体质下去对症。它里面就一包一包的，就把它丢进去，几秒钟就可以喝。它真的泡得很快，是啊、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。我平常就是出去在外面练舞运动的时候，我就带一个这种水壶宝特瓶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你就把这个茶包这样丢进去，啊，那就变夏天的饮料啦。对啊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摇一摇，你看，哇，超快的，超级快，哎，真的很快，它这样就可以喝了，这样就可以喝了，这样就可以喝了，那十秒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所以我刚说20秒真的太久了。来，你喝看看，是不是很像在喝花茶？很像在喝一些那种……哎，怎么那么好喝啊？甚至比外面的手摇饮还好喝，喝起来超级像那个花果茶。嗯，因为它里面有那种几十种的花草的草本成分。我跟你讲，冰冰的喝法更好，因为它里面有冷冻晶体浓缩制成技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技术很厉害。它可以保留里面100%的活性，怪不得哦，因为一般人家婚后都有幸福肥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，你身材哦，甚至比你婚前还苗条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十分简单，实实在做。聊天聊得好好的，然后他突然看了我3秒钟，然后突然站起来，你讲那句是什么？真简单，实实在做。OK， 他这个就是喝了有效果，有感而发这样。对。